最新的消息带您来看，这一位是五年已经没有在台湾开个人演唱会的赵传。昨天晚间他在台大体育馆开唱，一首首经典的赵氏情歌唤起了很多五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。而赵传在昨天也跟特别来宾萧敬腾来了一场这个摇滚大 PK， 让台下歌迷们大饱耳福。那特殊高亢的嗓音马上触碰歌迷心中的感动，叫人听得欲罢不能。而一身黑色劲装的赵传也和特别来宾萧敬腾 PK 摇滚，选的是两人的共同偶像老鹰合唱团的 Hotel California。 一首首经典好歌打动无数歌迷，赵传的音乐魅力跨越了五六七年级。